你是要孤大海？就是只要回家之后就你知道，然后躺在这个就会有那种洗脱烘一次来这样。有人帮你洗澡过？没有，我觉得可能老一点他还不会帮我。你说跟我的腔调不一样。好像剪舌剪得有点过了。剪舌剪得还好啦，刚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点，但后来就还好。那时候你强调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可能我反正也大家都知道，最近台词的某些内地的东西，他们对台词要求，自己也想要，希望观众看的时候不要出那个什么出戏，所以就中文其实就夸张，对啊，所以还是怎么讲，所以我就尽量去调整自己，然后最后现在可能有一点要回来了。我一直很佩服好莱坞的演员，所以因为角色的变化就有些发生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接到的角色并没有规定说，哦，今天演的是演员，是虽然我答应来的，所以我还是叫我自己讲好了。那如果可能，有一天真的特别一定要东北腔或什么的话，我觉得就会再去训练吧。但我觉得真的不容易，太难了。我觉得腔调一直被过滤，然后卷不卷舌都是被过滤。谢谢下面的朋友。